前面的摄影机，我们先比个赞，我们台南赞不赞？赞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右边的摄影机。好，我们先看左边的摄影机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我们回到中间的摄影机，将我们的右手借我们做一个加油打气的动作，象征为我们求职者加油打气，鼓励求职者踊跃投递履历。好，非常谢谢各位。